何种人容易有睡前拖延症？睡前拖延症比较容易会出现在白天生活缺乏掌控感，还是步调较缓慢的人身上？缺乏掌控感的人有一种说法叫报复性熬夜，对，就是你会越想要晚睡，因为觉得啊，白天这样时间过了，我睡着了就要到隔天了，我尽可能多熬一点夜，争取一些时间。睡着了也不一定到隔天，可能到下辈子了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